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唐代诗词故事系列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，很多著名的诗人，比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，都写过边塞诗。作为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，边塞诗作者在其中表达的思想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无论是抒发报国之志、撰写满腔的乡愁，还是表现战争残酷、宣泄心中的愤懑，亦或是描绘异域风光，展现出各地的风俗，都可以成为边塞诗所表达的内容。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边塞诗叫做《春夜闻笛》，作者李益通过哀婉伤感的文字，流露出自己满腔的思归之情。作为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，边塞诗的创作贯穿了唐朝始终，其中初唐、盛唐的边塞诗多为昂扬奋发的基调，但到了中唐时期，安史之乱后的内焦外困、严酷冷峻的现实，加之边塞严峻的形势，使这一时期的边塞诗风格多以悲凉沉郁为主。在20多岁时，李益就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，但他在军幕中始终没得到过重用，满腔的抱负和才干无处施展。然而由于长期南征北战，李益对边塞生活非常熟悉，而且更深刻地了解军中将士的生活和情感，由此他写下了多篇表现边塞风光、边塞战争的诗歌，自言：腰悬锦带配吴钩，走马曾防御塞丘。李益的作品或婉转动人，或悲壮苍凉，既有盛唐音调的余响，又展露中唐的先声。正所谓学而优则仕，走上仕途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。可进士及第固然光宗耀祖，但也同样存在着在朝政当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可能。在唐代，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，像王昌龄、韩愈、柳宗元等都曾经有过被贬的经历。他们摘掉光环，远离甚至永别亲人，来到穷荒僻远的发配之地，独自承受着身心的煎熬。柳宗元提到的一拂疏音不可亲，就是贬官心态的典型写照。李益所创作的这首《春夜闻笛》，他的具体创作时间有待考证，但从诗中他自称迁客来看，应当是他晚年被贬谪从军之后所创作的。同是思乡，李益在诗中没有强调士族的乡愁，感慨的是自己心中的归怨。李益曾迫切的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他在被贬之前已位居礼部尚书，然而当朝天子却将他发配寒山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，李益在心理上是很难承受的。他曾无数次梦见自己被朝廷召回，然而梦醒后却依旧身在异乡。此时李益已经年过古稀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有限的生命在这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，只得借这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悲凉愤懑。寒山吹笛唤春归，迁客相看泪满衣。洞庭一夜无穷雁，不待天明尽北飞。这首诗是写淮北初春之夜，诗人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。李益在这首诗中用含蓄婉转、低回曲折的手法，传达出他常年在外驻守边关不能回家的真切情感。首联“唤春归”和颔联“泪满衣”看似没有逻辑关系，但从下文中就能得到原因。原来诗人看到大雁因春天的到来都在争相向北飞去，而他却还身处异地，勾起迁客的思乡之情。全诗并没有直接写诗人思归的迫切心情，而是寓情于景，通过连夜北飞的大雁来表现自己的希望和寄托。
种音乐意象，悠扬的笛声总是飘荡在月朗风清的夜晚，飘荡在古典诗词的字字句句当中，它触发着诗人的缕缕丝绸，融汇着古人们的种种情怀意绪。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，凄凉幽婉的笛声常常是与离人思乡联系在一起的。小笛别乡泪，秋兵鸣马蹄，更吹羌笛关山月，无那金龟万里愁。闻笛思乡成为久居边塞之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反应。悠扬的笛声呼唤着春归大地，李毅羡慕成群的大雁，只要等到春天就能自由北飞。可是对于被贬之人而言，即便又等来了一个春天，却仍然不能北归，因为只有朝廷的恩赦才是迁客们日夜期盼的春天。这种人流雁归，春暖大地而不暖人间的悲凉，恐怕也只有迁客自己才能够体会。这首诗构思巧妙，寄寓得体。李毅在这短短的四句诗中，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，从冷酷现实到心中希望，从寒山笛声到孤寂迁客，再到春归大雁飞，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，动人地表现出心中难言的惆怅。不待天明，今北飞。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当中有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。同激昂高扬的盛唐边塞诗相比，李益的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，失望多于希望，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。同时，由于诗人强烈的爱国热忱，因而明知道前途难测，希望渺茫，却仍然没有丧失信心，这记忆深远的词句，欢而不乐，伤而不哀，明快而婉转，悠扬而低回，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含蓄不尽，无愧于千古传唱的佳作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满族是以射猎著称的民族，自古以来就有着捕鹰驯鹰的习俗。鹰猎这种古老的技艺是满族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，也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，满族鹰猎文化。